让二二八确定那天要骑单车，可是现在有人觉得你讨假包，因为你现在回来台北参加完中书，再坐车下去跟车队会面。啊，这个坦白讲，讨假包也不讨假包啦，这个就是说方便我们的行程嘛。议员说您的那个一日双程，其实可以从灵谷塔骑到塔悠这样子。这个哦，这个像这样回答的，像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过年到了，我们在讲好话，阿弥陀佛。对谁说阿弥陀佛？这个我最近有遇到果冻，果冻跟我讲说，你要是遇到那个，你是在心中圈圈叉叉，很想骂人，你就说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是王世坚吗？这两天那个王世坚有被讲说有芙蓉命，因为被他骂过的人就更上一层楼梯。阿弥陀佛。有议员觉得东区景气差，然后大巨蛋的问题无解，可是你们好像积极的出访交流，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务正业。不会的，其实我每天上班时间超长了，这个已经。我在想说，台资人应该来派这一日市长幕僚第二期的，所以说那些有怀疑的，是吧？欢迎来跟一天看看，是吧？